超级骑士加野猪骑士的卡组，那通常是使用野猪做一个进攻，超级做一个防守加反推的一个情况。那现在我已经打了两胜，我们继续吧。直接也就超级跳到了，没有，好可惜，但是这个也挖不到。好，等等，我直接卖这个哥林。好，算了，我让公主射一下，再放哥林。哇，还射两下，我真是佛心呐、啊，佛心，但是他剩下392。矿工放得很好啊，我跳到没有，很可惜。但是我一个兵人，我一个兵人，他就这边抓，抓没抓到，但是我这边来个蝙蝠，他已经死掉了，没关系，很好很好，来看这个精彩对决，看我为什么一直输啊？这边交个毒药，这边不知道怎么解，蝙蝠可能，对啊，这时候好像刚好，这边交小闪不是在交什么东西，可以啦，这边交什么，这边交小闪。还可以，那这边我只能用哥布林去防守。这边被他滚到了，他滚到了，这边只敲到一下。
期就直接砍掉他的野猪。然后这个冰人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你跳到了，哦，没关系。但是这边又加一个冰柱，加一个蝙蝠，你看，但他这样做，他会打不出来。这个队伍不错了，但是这边我完全没有料到还有野猪，怎么可能？没爆塔。爆了，所以我就马上攻他的左路。主要还有旋风，其实也是蛮克我们野猪的。哇，这个，这个嘛 ，OK， 然后这他也是没攻下来啊。那他这边有两个重甲。守住了，他这边差了42点，他还是拿下了我的一塔，但是他主塔已经现在1700了，我就马上下一个主吧。啊，这边没有做任何东西，就是为了防这个。存到了超级骑士的费用，马上一个超级。这边一个塔，也是 never give up。但是这个旋风也是没有弄好，这边再加上一个毒药，跳到就结束了。不错，我这场打的不错，也是一输。可以了。继续打，最好打到12胜。自豪那么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么强？没冰到野猪，没冰到野猪，我先加一个小打。好热哦！我知道他是什么了，他还是野猪吧？这边太阳弓，哇，他是带小神的，野生嘞，野生品种，还有蝙蝠吧？蝙蝠我这边没小闪给解，哦，是小冰晶。这地方会摸到再吸几下，我这边也没有小闪可以支援。这边，来个野猪，再加上一个毒药。哦，这边很顺便，再加上一个，不错。Well played。好像是我的。飞龙已经死掉了，那我没有交小闪，因为小闪我认为是，哇，这是一个三枪，但是我超级是很难受啊。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下一个冰人这个防守，那边再下一个这个超级啊，彻底瓦解他的攻势。我这边在跟这些野猪嘛，没有水量，我没有挖着，然后小闪闪掉他，我这边再加上一个哥布林，他这边已经就算还有狗狗，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。
气势还出来啊，但是我现在确实没办法做一些什么去打这个气势。这个超级骑士用掉了，现在这个怎么说啊？这是枪，可以，可以，还是挡住了，差一点点就死掉了，但是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，但是这边这个，等等再出就好。好，我等到这时候再说。会不会太晚？不会，这边等等在这边等等的，他已经失误了，好笑。但是没关系，他本来想要把我拖到主塔，哇，结果失误了，好笑。但是这边我用哥伦应该可以拖走他，我就直接下哥伦，直接拖走他，拖走他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玩，也很爽帅，所以我就直接把他拖走了。我这边是下一个哥伦，但是他好像没办法。该吧，好，但是没办法，也不是没办法，是没办法，是没办法改变的。这边来个毒药，毒药之后，哇，这波直接瓦解他，但是他好像是一个未满等啊，所以就是未达到联赛等级的玩家，所以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可能吧。超爽的，非常的爽。我这边来一个结束加蝙蝠，呼，爽到也是被 OK， 没关系，这边虽然被落入塔，但是这边呢也打掉了这个，哇，这个我的这个小闪啊，一个盾弓直接被瓦解。那这边我们接了哥布林，哥布林做一个，但是被滚木了，被滚木也没关系，被滚木没有关系。这边这其实应该是打得到塔的，那我这边需要来，应该是打不到塔的。好，选，没关系，我这边野猪骑士啊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我靠！切，但是还是打到了冰人的爆炸伤害，是多少？哦，来一个蝙蝠吧，来一个蝙蝠，他没有费用了，所以这个蝙蝠是非常好的。好，这希望这超级跳到，但是没跳到，还浪费了滚木，浪费滚木也没有打到我的塔，所以基本上还蛮不错的。这边我可能要先下哥布林，哥布林我这边不分了，我分了觉得我耍帅，分了我耍帅，不分也不耍帅。这边卷的漂亮，卷的漂亮，但是打到一下，哇哟，爽爽的，爽爽的，不错。那这边我可能来个超级。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要下 X 艾努了，但是他没下，那我这边可能加个巨飞龙，再加上一个蝙蝠，再加上一个哥布林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但是我这边可能也不需，没办法有什么万全的准备。可以啦，可以 ，is very well， 非常好。这边他可能要这一波，
死亡都没用，我已经赢了，没有这场那你们英雄瓦解，他一定只是想要用那个吸引我注意力。啊，那这个兵弩感觉不错啊，这是不错啊，这是一个世界上玩家不错、啊，高我不少呗啊。最近我卡的比较高的卡组都没办法爬呗了，只有这套还可以爬，这套好像是不太能爬，但是因为我等级不够啊，也不好爬分了，这边也是爬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刚不是个艺术。失误很 big 的失误，然后我这边引开他的注意，马上下了一个东西。好，但是他受伤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边呢，可能下一个东西来引一下，不然他会打到塔的，很痛。但是我这边不行，不能做任何动作。好，这边可能下一个超前。哇，哇哦！Well played. 哇哦！蝙蝠，不错哎，他没有下那个，他让我下那个就输了。不错啊，我喜欢这样的他。好，这等等，我再补一个超级，这样主塔就可以拿到它。快点下，快点！我补一个超级，小闪呢 ？This guy， 再补个 Vigilion， 补个猪。我的格林，哦，这边可能。好，这边不被反攻就挺不错的，20秒应该是不太有机会了。这边我可能是这样跟我不一样，跟别人哦，这边觉得我可能会守不住，但是好，这边的时候你守一下，5 4 3 2 1 0 OK， 还来不及了。虽然最后一波好像要攻进去了，但是我还是防守住了。好，现在七胜了，还不错啊。这位，这什么月下奇术师啊？月亮下面的屋，所以他很会变魔术吗？那变魔术来玩皇室战争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边我这边可能哦，成立一个蝙蝠，但是我被他消灭吧，我的天！然后这边来个野猪，加上一个什么？哦，不重要，我这边直接就一小闪就够了，是不是啊？行，我这边直接剩一个蝙蝠，我这边直接剩一个蝙蝠。但是他的刺客我防不了，我没费用了。不过我刚防的不错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果连那个刺客一起引到的话 ，good， 就会非常的好。哇，这边再来哥布林，这边再来小闪。现在这边是防不下来啦，我这边只能交一个地
边一个蝙蝠，我这边是小闪闪，小闪闪，小闪，我等等，前面来一个，来个这个哥布林，来个哥布林，那这边直接拿下，拿下他这边，抄袭我觉得不会在。抄袭，来，抄袭直接来，他也是抄袭啊，只是我让他自食恶果。这个不行，不要这样抄袭，自始至终的。Didn't like this， 但是因为对啊，他拿了维塔，虽然。超级谢谢，几家厂的，哥，我这边他跳到了，跳到之后我这边跟这个小闪，小闪他就会，这是什么 ？OK， 在这个毒药我就，这身上为什么一直，我的，对 ，OK。俗话说得好，自己人，什么自己人不自己人？俗话说得好，跳到就是跳到，没意思。但是这个铁甲苍蝇已经输了，没啥好说的，好不好？我这边只需要一个。还有东西来，我就直接闪。但是他这个我没办法闪，他真是这边整抄一下了。我真的用一个冰巨人来防守，好就拿防守。哦，但是这边可能真的他的重甲现在去我这边只会毒下去。塔吧，哎，三小闪 ，OK， 好，那这波我带走啦，带走啦，地球龙带走了，不错，不错，啊，可惜呀、啊，闪法不错、啊，这边再用哥伦伸手，哥伦变成手，这一招不错，我这招已经用了数万次，我现在毒咬。再吃毒药了，他就死了。他我觉得他的毒药好棒啊，他把我瓦解掉了。但是这边我可能他可能已经完全没有。
的啦。有够哦，有够切嘞。好，但是我这边没那个哪个啊？没有。哇哇哇哇哇！我有点慌神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这边这个小闪再来个毒药，毒药下去。哇哇哇哇哇！被打到主塔了，哇！Oh my god！ 我之后可能会有点难受啊，难受啊！那边血比较少，我打这边好了。很难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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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！哇哇，这个我没注意到，我以为。糟糕，情况有点不太妙啊！他肯定要终结我，他肯定要终结我，他怎么可以终结我？毒药，切嘞！吼吼，吼吼，吼吼，哦，来个蝙蝠。蝙蝠大餐，但是被解了。希望能跳到，但是希望应该不是所谓的真实。那我们啊，看，
是一个 GG game 了，我给他一个 good game， well played， thumbs up， thumbs up。野猪，野猪一起来，没野猪，弱呢。哦，原来是声东击西哦。很爱声东击西呢。来个冰野猪，加上一个哥布林，哇哇哇你咧！好啦，可以啦，我等等用这个方法，好不好？他卡手好像跟我一样哦。这不是介绍卡主，那到底是该赢还是该输？只有一星，但是我已经来到十一胜了，差一胜了，差一胜了，我应该不太可能没有十一胜了。马上进入，马上进入，快十二胜了啊！来野猪，野猪加哥布林，啊，三三。哇，这是一个不错啊，觉得可以 ，pretty well，from pretty well for。
这样输了，我们的实力12-0，就这样跟我说拜拜了。切嘞！啊，可以的。学艺不精。超级我这边来个超级这边，我这边我觉得一个是 good game 啦。错啊，我觉得可以。这边，哦，我这边直接烧他。但是我这边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玩得很好。让自己人说的，我也是。走吧，但是剩7秒了，我会不用毒药防守，这是不会卡。啊，日交战结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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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这个12胜，不错。我要感谢所有这12胜跟我对战过的人。12胜的力量，不错，但是这个宝箱很烂。12胜呢，我来感动一下吧。感动之余呢，我来看到底要怎么打。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这套不管是对 X 联弩或者大怪流，都可以一波，都可以把它打爆。除了大怪流是有两个大怪的东东以外，都可以打爆，特别是那个大怪流有火箭的哈，会直接把你的地狱飞龙砸掉，那你这样的地狱飞龙就没办法发挥任何的伤害，就直接 GG 咯。然后这毒药法术呢，就是比如说他放了一个锅炉，他放了一个比如说飞啊，建筑之类的啊，那时候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如果放了一个圣水收集器，务必一定要把它，都要放在他那边，然后他就会很爽，虽然他不会。
我觉得啦，应该是会输啦。对啊，人家什么哥伦十人冲进来，如果对方有火箭之类的大闪之类的闪法之类的，他都有可以有效的去打你的 TV 了，不是完全的克制哦，就是也是很康的啦，但是只要你稍有不慎，他都可能会直接入侵哦。那这边这个小闪，他就是来闪蝙蝠或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然后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葛伦冰人加上小闪可以歼灭亡灵和亡灵大军，这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。然后还有好像没有了，哥布林在引东西了，然后还有哥布林冰人，刚刚我也有引过很多东西，比如说超级骑士皮卡超人，皮卡超人，大皮卡，然后还有骷髅巨人都是可以，或是其他东西可以，比如说王子啊、黑王子啊、瓦基啊、野蛮人啊，都是可以，还有这些平民皮卡、这些东西，单伤这些骑士也可以赢啊，但是效果不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接下来先来开这个精英挑战十二圣表象。会不会有传奇？这是我好奇的地方啊！现在我的金币已经达到47000了。骷髅气球新出了，亡灵11张，野猪骑士10张。哎，不错，我最近需要野猪骑士啊，没传奇。哥布林可以，毒药，我也蛮需要的。哎，这不就跟终极挑战的三圣的宝箱一样吗？对啊，不错啊。结果论来说都12胜了，对不对？不错啊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。我是叶。